2019年全大运首度纳入竞技啦啦，台湾体大也没有缺席，前来角逐舞蹈彩球双人组以及竞技啦啦五人组两面金牌。而出战彩球双人组的赖冠廷与吴佳慧虽没有严重失误，但在技巧分大幅落后对手，以 27.5 分屈居第三。赛后两人皆留下不甘的泪水，认为表现不如预期。我是说我们的紧张，可能心理的因素没有调整好，对，嗯，动作上的焦虑点啊，毕竟这个场合其实我们也比过很多赛了。这都是自己心理层面的问题。随后登场的公开组混合竞技啦啦五人组成为本次台湾体大与竞技啦啦种类夺牌的最后希望。被安排在第六组出赛的台湾体大以洪亮的口号揭开序幕，过程中街舞大动作出差错，可惜在难易度与蓝型抛投部分并未受到评审青睐，最终以297分名列第四。不过对于子弟兵的表现，教练谢玉月仍给予肯定。原本我想说，因为在外面其实大家蛮紧张的，就是气氛其实有点低迷，然后有可能又看到其他队，然后有点得失心哦，希望说可以为学校这面金牌。那可是到后来我们调整之后，其实我觉得他们表现蛮令我出意外的。台湾体大竞技啦啦队虽无缘颁奖台，但教练谢玉月对于这批正处于换血阶段的选手抱有高度期待。他表示，奖牌固然想要，但从失败中获得的养分才是最重要的。记者戴子祥、高胜清、高雄报道。